微波武器可以造成皮肤发黑、肿起来，类似肿瘤、血管、血液循环不良、肿胀，非常严重，所以所造成的肌肉莫名其妙的肿胀，也有可能是微波武器或者不明药物所造成，因为小偷脑控采花大盗组织可能用不明针头药剂进行白老鼠实验。